开，脸带笑容，一字排开，配合旋律唱出甜美嗓音。创作女团 Boom 怪物新人登台演唱，为桃园跨年演唱会预热。另一位大咖偶像也现身。我唱歌的时候就别爱一个人，身体里都是穿着西装热情献唱，黄伟晋也是桃园跨年演唱会的卡司之一。这次活动邀请到女星雨珊与歌手陈大天搭档主持，更有多达13组艺人开唱，包含霸榜男团动力火车、情歌天后叮当，以及严艺格、陈浩森等人气歌手都会现身。我们今年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未来感、科技感的一个场景。我们有13个非常强的卡司，包括国内很棒的艺人、新出队的艺人，还有我们韩团。저 엠플라인이 2023년의 마지막 하루인 12월 31일을 하우인에서 여러분들과 함께 보내려고 합니다. 以豪华的卡司阵容吸引观众，同时也要在交通部分满足民众进行跨年的需求。我们这个地点是在桃园高铁站前面，所以如果高铁可以搭的朋友，当然非常方便。集结当天晚上，我们不但会加班，而且呢会连续40几个钟头，换句话说，就彻夜都不会停止。挥别2023，即将迎来新的一年，透过炸裂的舞台表演，陪伴民众直到晚会结束，共同创造美好又难忘的跨年回忆。八大新闻方正桃园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